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瑶，今天终于可以出门了。今天呢，来我最喜欢的店。我的人生第一张专辑《有你相随》就是整个造型都是他做的，所以今天要来弄弄头发，新年新气象，来看一下。这是这个店最著名的发型师曹老师。Hello。 然后给我修一下头发，今天我们要做一护理。对，现在沙发自来卷叫蛋白护理。蛋白护理，它做完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拉直死直死直的，尤其是刘海做完以后，刘海就不会出现那个乱，是吧？底下的长短可以修一下吗？对，别修短了，只修修一点吧。剪完了，修剪了一下层次，剪了这么多吧，剪一点就跟不剪就不一样。哎，冬天静电，头发怎么办？就是抹点保湿的比如精油啊之类的。拉直那属于烫发，但这个是属于蛋白护理，它和烫发是两个概念。这个东西它是在表皮，就是头发的外表去帮你去锁水。夹板刚夹完，然后两几分钟，然后去洗头，基本上就完工了。它是那种金色的精油。这不粘是吧？适合这个季节，湿的时候，就在不滴水的情况下，可以适当的抹点发尾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因为头发上有水分，在你在吹头发的时候，水分和养分是同时在蒸发，然后也是能在吸收。这个蛋白护理是给那种懒人和那种不会吹头发的，绝对是福利。一吹干就能出门，现在是自然吹干。用大风吹干就即可。就是有了这个蛋白护理，你就敢披着头发出门了，看上去发质还不错，摸着手感也很不错，跟来的时候我一样。